就在摇了吗？在那上面就看不到。哎呀，死掉了吗？没有，他自己快要睡着了，已经。他死了，快要睡，他刚刚还很有精神的。哎呦，你拉着我，我想，你拉着。 血液基这种检查是阴性，然后血液生化功能有一点脱水，那血液血球的部分红白血球分类目前开始有一些发炎的状况，它目前还没有贫血的状况，刚咬也不错，那所以有时候也还咽不住。它那个伤口大概有多深啊？应该很深，那个应该深至少皮肤到。 肌肉层应该也有差不多四五公分有，大概几个洞啊？目视的话，我们目视有五个洞，一个洞大概用几公分？至少有五公分啊。它大概几岁？看起来应该有一些年纪了，因为它已经结扎母狗，所以大概五六岁以上吧。五六岁。